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 T 七，每月帮你整理台湾内外大小新闻事集。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个月发生了哪些大事吧。欢迎回到志奇新闻回顾，一起来看看一月的重点大事。第一则国内新闻呢，我们要先来关心的是越滚越大的石木清案。去年八月，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前委员长石木清呢，因为和嘉禾集团董事长翁茂忠有不当的往来，遭到了监察院的弹劾。而过去哦，翁茂忠多次透过买通司法的方式，让自己在官司当中全身而退。像是在1997年呢，他就因为投资惨赔，积欠法国巴黎银行将近3亿台币，而银行呢依法追债，但翁茂忠哦却透过人脉贿赂检察官，让自己免除债务，甚至呢还反过来向银行求偿5亿元。而随着调查推进哦，这个受贿的案情越滚越大。翁茂忠呢被爆出哦存有27本的笔记本，详列着与法官啊、检警、明代以及这些官员们各种参叙、送礼、乔事情的记录。那今年的1月18日呢，法务部和司法院各自公布调查报告，总计共有20位检调人员，还有20位的法官，在陈审这个翁茂忠的案件时呢，涉及不当的饮宴，和陈陈老师世纪级的司法丑闻。但法务部还有司法院的报告呢，却接连的遭到了监察院啊，还有民间团体痛批，内容哩哩啦啦呢，不痛不痒。而且哦，后来又爆出翁茂忠的笔记本里面呢，还有不少军方将领的名字，让这个贪腐的丑闻一路从司法院烧到了国防部。而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引起热议的新闻话题。最近几个月呢，全球车用晶片大缺货，导致汽车大厂被迫减产啊，停工。而为了拯救自家的汽车产业呢，美国、日本、德国等等的国家呢，纷纷透过外交管道向台湾求助。而对此哦，经济部长王美花特别邀请了台湾四大晶圆代工厂一同商讨增产车用晶片的可能性，而台积电呢也已经发出声明表示，正在重新配置产能供给，来支援全球的汽车产业。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缺货现象呢？专家解释哦，主要是因为当初供应链呢对车市过度的悲观，大砍订单，结果现在市场回温哦，却追单不及。而此外呢，疫情爆发之后，像是笔电啊、手机等等的其他设备的这个晶片的需求也大增，再加上制裁华为啊，还有中兴的后遗症，也让目前呢，台湾四家晶圆代工厂的这个生产线呢，已经几乎超载了。那在我们的晶片越来越抢手的情况之下，台湾掀起了向外国用晶片换疫苗的声音，而立法院内的朝野也无异议的通过这个提案。那对此哦，德国在台协会表示，德国政府一定会尽全力协助。不过在外交或者是对外合作上面呢，台湾依旧面临很多的阻碍啊，或是难关。像是最近的这个盖亚纳办公室的新闻呢，大概就让很多人看傻了眼。听到成立办公室的消息呢，才刚想要了解更多盖亚纳的资讯，合作就瞬间暂停了。不过呢，在上个月的美国政权交际之际哦，台美关系又有一次重大的突破。1月10日呢，即将卸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蓬佩奥指出哦，过去美国为了顾及北京政权，跟台湾的联系有很多限制，但从今以后这些限制都无效了。这也代表说呢，以后美国官方单位跟台湾官方的交流来往呢，或许会越来越多。Look, I wish these things had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These weren't rushed. These were considered efforts that we made, and they'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that we've laid out with respect to how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American freedoms.而另外一方面，原本预计来台的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虽然因为政权交接而取消行程哦，不过他还是与蔡英文总统呢进行了视讯对话。克拉夫特呢也和蔡英文提到，他之前走进联合国大楼的时候呢，特别带着台湾黑熊的布偶在身边呢，以示对台湾的支持。最近志奇团队正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哦，我们想要征求一位全职的影片内容企划跟几名特约作者。如果你是应征全职的影片内容企划，你会加入团队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的企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那么除了会提供4到5万元的薪资之外呢，每个月底的周五公司还会多给一天放假。那如果你应征的是特约作者，你将会成为定期提供我们稿件的合作伙伴，并透过远端协作的方式跟团队一起撰写志奇七七的影片脚本。那不管你是擅长这个观察社会现象、社群时事、分析新闻议题，或是专精哲学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法律、商业、科技等任何一个领域，只要你很能写，很会搜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乐于沟通，还能够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的创作或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了。如果你认同志奇七七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
那国际新闻哦，首先要来看到是美国政权交接。虽然一月份呢，美国国会山庄遭遇到袭击哦，但最后拜登的就职典礼还是如期举行，正式成为了美国第46任总统。而在上任的第一天，拜登就签署了17项的行政命令，直接逆转了多项的川普政策，其中包含了停止退出 WHO、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停止建设美墨边界的围墙等等。而拜登强调，他会致力修复跟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那当然，许多台湾民众最在意的，应该还是新的美国政府会用什么样子的态度面对中国，而新的国务卿布林肯呢，会不会像庞佩奥一样对我们台湾爱护有加呢？在拜登当选前呢，布林肯曾经批评川普，他认为川普跟盟友吵架、退出国际组织、自己斗中国的做法，反而让中国能去填补美国遗留下来的位置，让北京政府有机会去践踏人权跟民主。那在拜登当选之后呢，布林肯表示哦，美中关系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会有竞争，但像是气候变迁这类两国利益一致的议题，也会有合作机会。而近几年来呢，中国解放军在南海啊，还有台海的军事行动也都越来越多。对此呢，前任的国务卿庞佩奥选择和东南亚各国站在一起，不接受中国声称的南海主权。而布林肯上任之后呢，也延续了庞佩奥的路线，承诺会维系南海地区的和平，并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而另外呢，布林肯也表示，他对新疆议题的看法同样没有改变。他认为呢，北京正在让维吾尔族人种族灭绝。而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事情说三遍，中国没有种族灭绝，中国没有种族灭绝，中国没有种族灭绝，句号。好的，那看完了这个尖哥的跳针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到的是位于西亚的军事冲突。1月13日深夜呢，以色列空军偷袭叙利亚东部的军事据点，造成至少40名军人和民兵死亡，是2018年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袭击。而法新社也报道，不过才一周以前呢，以色列就袭击过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军事据点，而当时也造成了3名亲伊朗的战士死亡。而外界一般解读，以色列之所以会频频的袭击叙利亚，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打击伊朗阵营的势力，阻止伊朗当局在叙利亚边界夺下更多的据点。等等，以色列打叙利亚为什么会跟伊朗有关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呢，以色列跟叙利亚还有伊朗等国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不好，而且这两国最近又越走越近，就让以色列非常的不爽，想要透过进攻叙利亚的方式来削弱这个亲伊的势力。而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在任总统的期间，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曾经一度非常的紧张。去年1月两国爆发冲突，全世界呢还非常担心会不会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不过新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呢，似乎打算对伊朗释出善意，而这也让以色列政府非常紧张哦。他们甚至公开警告，如果美国放宽对伊朗的制裁，那以色列就会对伊朗发动攻击。那最后我们要把焦点移到缅甸哦，看到最近非常引人关注，而且让各国呢都非常头痛的军事政变。2月1日原本是缅甸国会开议哦，确认去年全国大选结果的日子，没有想到缅甸军方却在当天凌晨突然拘捕了翁山苏姬，还有总统温敏以及多位执政党高层，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年，由军方的这个总司令敏昂莱呢出任国家领导人。而政变发生之后，首都奈比多还有第一大城仰光对外通讯变得非常不稳定，银行暂停服务，超市出现抢购潮，民众情绪恐慌。几天之后，翁山苏姬被指控因为持有非法进口的无线电对讲机，所以遭到法庭裁定羁押2周，并面临着最高3年的刑期。去年11月的大选呢，翁山苏姬和他所带领的全民盟再次以压倒性的票数取得胜利，但军方呢却在无法提出证据的情况之下，指控大选出现严重舞弊。当时有人呢就在担心，这代表军方可能打算要夺回政权了。专家分析，政变背后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翁山苏姬与军方的关系已经掉到了冰点，而翁山苏姬呢还打算透过修宪来削弱这个军方的势力。而此外，也有一部分的人猜测呢，可能也是因为翁山苏姬上任之后和中国政府靠得很近，就让原本呢已经很轻重的军方担心自己会失去靠山。更何况，一直到今天，翁山苏姬在缅甸国内的人气依旧是居高不下。再再都让充满政治野心的敏昂莱意识到自己恐怕是无法靠民主选举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总统梦了。而对于这一次的缅甸政变，各国当局的反应不一，像是柬埔寨啊、泰国、菲律宾等邻近国家呢，认为这是缅甸内部的事务，没有特别表态。而西方的欧盟啊、英国啊、美国等国呢，其实都立即发出了强烈谴责。而拜登更威胁说要恢复对缅甸的制裁。至于中国和俄罗斯则反对制裁在政变发生之后呢，中国外交部温和的呼吁缅甸各方应该要在宪法还有法律的框架之下，好好的处理这个分歧，维持社会的
安定。而此外呢，中国也曾经多次警告国际哦，如果大家对缅甸制裁啊或者施压，只会让他们的国内问题变得更糟糕。在2017年的时候呢，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展开无差别的大规模杀害，造成了严重的难民还有人权危机。而当时西方社会呢，谴责主政的翁山苏姬没有好好处理这个议题。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呢就跟大部分的国家唱反调，公开力挺翁山苏姬的缅甸当局，那并支持呢军方报复极端恐怖分子。有专家解读哦，这次中国的态度呢，其实跟那个时候是差不多的。但他们之所以选择跟缅甸当局持续的友好，是因为需要和缅甸一起推行一带一路。而对中国来说呢，缅甸这一次的政变也等于是打击了美国想要在缅甸推广的民主价值。而过去几年间呢，美国为了协助缅甸的民主转型呢，不仅解除了对缅甸已经失实了超过20年的经济制裁，甚至还援助了超过15亿美元来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以及其他受到暴力冲击的族群。而这一次的政变呢，对于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如果美国政府回复制裁，直接跟缅甸军政府对干的话呢，恐怕会让美国的亲密盟友印度还有日本显得很尴尬。过去呢，这两国为了牵制中国的势力哦，跟缅甸军方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有华府智库预测呢，在罗兴亚议题啊，还有这一次的政变之后呢，缅甸军方的立场应该会变得更加的轻重。许多美国的专家呢，也都认为啊，除非透过中国的协助，否则美国这一次恐怕没有足够的筹码可以要求缅甸军方让步。但要是美国真的这么做，可能只会让原本就很轻重，而且现在呢都还没有表态的柬埔寨啊、泰国、菲律宾等国看笑话，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呢正在消退。那这样子哦，说下来，北京政府呢或许也会是这一次政变的最大赢家，但其实也未必。前面有说到，过去在罗兴亚争议当中呢，翁山苏姬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孤立，逐渐的和中国靠拢，一直到现在呢，他在缅甸国内也还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所以如果中国政府力挺军方，那他们在缅甸国内利益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波及。不过相对于各有盘算的各国政府来说呢，想要追求民主的缅甸民众愿望就单纯很多。好，那看完了错综复杂又让人担心的缅甸局势，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比较轻松的趣味新闻。因为春节的返乡潮，上个月返台的民众人数暴增，而疫情指挥中心也因此释出了上千间的集中检疫房，其中有间位于军营的检疫所还顺便传授住宿的民众如何折棉被，甚至还举办了折棉被大赛，让大家在无聊的检疫期间可以体验一下较招的乐趣。好的，那今天的新闻回顾呢，就在迎接春节的气氛当中结束了。那提醒大家，过年期间呢，在大吃大喝之余，要记得多运动啊，消化消化。那我在这里呢，代表七七团队，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强壮的跟一头牛一样。好，那当然，我们同样也是还想要特别感谢的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们，谢谢大家热心的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记录几乎都会被黄标的新闻回顾。那因为大家帮忙，我们才能够把更多重要的消息记录起来，传达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大家知道最近发生了哪些大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翁山苏姬和罗兴亚议题，以及去年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事件。那如果你愿意赞助我们制作更多重要的议题，可以到下面点这个加入按钮，或是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成为赞助我们的会员。那么今天的七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